他现在在找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对，他要看你。啊，这边有吃的，要不要来吃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好乖哦。安抚一下受伤的心灵，小小心灵，对，还没好啊。那要不要上去拿一下胡萝卜，然后顺便看一下隔壁在干嘛？就是指使他，帮他问好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反正你就可以顺便看一下。然后看我们有没有从隔壁离开他，再来，可以再吐吧。